另外有朋友就係問中國建材3323嘅，咁係觀眾劉先生嚟嘅。佢話早晨啊，佢話3323中國建材，佢就$8有貨嘅。佢話前景點睇咧？唔該曬你啊，譚生。前景其實就充滿挑戰嘅，簡單啲咁講，因為講緊水泥股最大個問題，冇人買樓，冇人買樓咪冇人動工，冇人動工咁咪到時候水泥需求弱，咁水泥需求弱嘅情況下，咁咪講緊個公司個營運狀況會有個壓力咯。咁所以依一刻你買呢啲水泥股，好多時候見到喂高息喎，十厘左右，3-4倍 PE， 但其實市場就係預咗嚟緊未來個盈利啦。會有個倒退的情況出現，但問題就是講緊點倒退都好，打個折扣喂當派不到息，它不會完全派不到息的狀況喺度。咁但係中建材咧就是負債水平比較高的水泥股嚟嘅，咁但係因為啱啱我哋講緊啲咩咧，就講短線市場會諗緊可能會減 LPR 啦，會降息啦，刺激經濟等等啦，所以佢哋用一個極短線的角度去搏一些3323啲高 gearing 嘅水泥股啦，有得諗嘅。咁我覺得短線如果你真的有興趣的話，就不要想基本因素安不安全啊，繼續死渣爛渣下去啦。因為如果你講緊死渣爛渣下去的時候啦，穿7.4咗呢啲位置啦，你又點都要走，因為而家個圖擺明係一個浪底咯。但如果你純粹呢啲位置博買，以翻十天線作為一個短炒嘅技術反彈，即係嘅支持位作技術反彈嘅，我覺得有得諗嘅。咁所以如果你講緊向來你有個習慣就係、嚟得快去得快，自己肯走有紀律嘅話啦，我會鼓勵你我覺得可以買3323嘅。呢啲位置買就搏佢反彈到去$8咗呢啲位先咯，咁就唔好太貪心啦。咁始終講緊你都係1毫子搏3毫子左右。咁、但係如果你話純粹做連根中長線嚟講，最啱所講充滿挑戰，咁充滿挑戰個股價就唔會一帆風順嘅啦。咁我諗水泥股就短線睇定啲先。我諗內房嗰啲問題都唔會講緊好短時間內即係有個大處，我唔會降完個 LPR 就等於冇事咁咯。我會簡單啲咁講嚇。20大前會唔會對嗰個房地產嘅拯救有啲比較大嘅動作？一定係要不斷咁有動作嘅，但係個問題係咪就係啲動作出到嚟就等於雨過天晴？呢個過程會相對地比較漫長咯。即係依一刻，我諗內房嘅問題已經係大到唔係一個政策，我話誒國家話要救啦，就等於冇事。你諗下一個月前。都講過啦，喂，內銀一定要確保冇南美項目出嚟，都講到明啦。點解都仲有好多銷售停滯不前啊個狀況？原因就係講緊個問題真係講緊比想象中大。咁但係個問題又未去到失控狀況嘅，咁所以短線嚟講呢啲係高風險板塊，咁所以亦都有個咁樣低殘嘅水平。咁我就唔主張夾硬呢啲位置夾硬搏佢突然間冇事嘅。咁當然如果最終內房冇事嘅時候，呢啲位置買中建材又好，水泥股又好，內房又好，可能都有個好大嘅直播喺度，但係。未係一啲好明顯嘅入市時機，論直播率唔高，咁所以我覺得只適宜短炒咯。短線嘅中建材 OK 嘅，咁咪十天線止蝕，唔穿十天線嘅就搏佢彈到$8呢啲位咯。不過俾多個資訊大家參考，即係我唔係唔認同你，不過即係譬如話 Arno 講嗰個減息嗰個情況，就係譬如內地而家咁樣個情況就係、是、可能好多行業需要救啦。咁但係減息就牽涉到嗰個人民幣匯價嘅問題，可能都未必係。咁單向一定會減息，可能都會用其他政策去救市咯。咁所以話啊，如果 buy 佢 gearing 高，減息有利3323嘅話，大家都可以即係睇埋呢一個資訊咁樣。